着时光的温度，开出一段不寻常的追逐，揭开它神秘的面纱，要让这力量重塑，直到找寻出每段往事的归宿。心的身体已经复苏，那些危机还依旧拦阻，让我来征服，义无反顾，不再屈服，身怀有物，交织着舞，举杀魅族，同归而殊途，再召唤新一幕，让我征服。我误闯入这片森林，却寻不到出路，不知江馆主能否带我一程。水儿小心。姐姐姐姐，江儿，你回来了。罗山，我柳家供述，别叫我母亲。这是家父亲手写的挑战书，不知江馆主有没有打赢。我弄死你！这是我们血血武馆和大英武馆之间的事，你凭什么插手？我是江馆主新收的弟子。明日与血血武馆的生死斗，还望灵动公子能够出手相助。若林公子答应，我愿意。江姑娘，你不必如此。爹爹一手创建了鹰之武馆，含辛茹苦将我和鹰鹰养大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送死。江姑娘，将我带出迷雾森林的是你们，是我为朋友的义士，你们朋友有难，林动定当出手相助。你是答应了？对。真不知该如何感谢林动公子。江姑娘，谢谢。爹，伤我的就是鹰之武馆的家伙，以前从没见过这人。爹，我不管，你把这人给我抓来，我打断他的手和脚。冻死我了。儿啊，别激动，先躺下来，这笔账爹会给你要回来的。明日生死斗之后，大英城将再也看不到鹰之武馆。还有那小子。听，就是那小子伤的我。毛头小子一个，一会儿等爹先把惊雷干掉，再收拾那小子为你出气。惊雷，你
现在滚出大英城还来得及，一旦你站上这武斗台，可就没机会认输了。造型境大成的威力呀、啊！左九果然是造型境大成强者。哎呀，可是咱们馆主能否扛得住啊？姜老哥，这场生死战，还是让我替您上吧。林总兄弟，我身为英智武馆的馆主。今日之战自当亲自赴会，哪有让你出手的道理。姜老哥的血性让人佩服，可是您有多少获胜的把握？这事在人为，生死有命，唯有尽力而为罢了。爹爹不行，我知道姜老哥是个豪爽重义之人，可您想过没有，若此战失败后，您的一双女儿怎么办？爹爹，爹爹，这江雷，你在磨叽什么？是不是怕了？我可是等着亲手捏碎你的骨头！哼！英智武馆新晋弟子林动，前来应战。请派个弟子出战，来送死的吧？什么意思？是不是看不起我们血酒武馆？小子，滚下去！下去！这不是找死吗？搞了半天，英智武馆竟将命运赌在一个毛头小子身上。江雷，你莫不是吓破了胆？罗馆主此言差矣。俗话说，杀鸡焉用牛刀，对付罗馆主这种货色，由我这个小角色出马便够了，何须劳烦我们馆主动手。爹，干掉这家伙，把他的手给我打断。先动手的可是你，我也只不过是替你爹管教管教你，免得今后不长眼丢了小命。你好狂的小子。好，那我就先取你小命，再踏平英智武馆。果然有些本事。造型境大成，也不过如此。不知天高地厚，通天锤。精神力。飞檐梭，去。原来还兼修了精神力。难怪这么嚣张。天地线，那是低级灵宝天地锤。真厉害，小子，我
跟你拼了！小心，那是魔元变。受死吧！不过如此。金牌，镇魔掌。臭小子，我要撕碎你！你还差得远呢。哼！不可能，观主绝对不会输的。是，爹，站起来啊！观主啊，我们赢了！太好了，赢了！林动赢了，大哥哥真棒！出大英城，今后再让我看到你们出现在大英城，我必杀之。滚！是。林动兄弟，此番大恩真是无以为报。今后只要有用得着老哥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举手之劳而已。血救武馆已经不构成威胁了，将老哥尽可放心。林动公子，多谢。江姑娘，林动幸不如命。叫我雪儿就好。大哥哥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也要这么厉害。走，回武馆。啊，我们好好庆贺一番。林动。走。
关主，晚宴已经准备好了。是啊。好。爹爹，大哥哥怎么还没下来啊？爹爹，我去看看吧。嗯。灵动公子。灵动。不和鹰之武馆的人告别就匆匆离开，恐怕要伤了某人的心喽。现下最急迫的是尽快寻得祖父。灵动公子，嘿嘿，你以为能躲得过？桃花寨追来喽！灵动公子。灵动公子，怎么如此着急赶路？此次到大荒郡本就是为了要事而来，所以不便停留。大荒郡颇为混乱，灵动公子独身一人在外闯荡，务必多多保重。多谢江姑娘叮嘱，后会有期。雪儿，爹爹，姐姐，这灵动绝非池中之物啊！我看，将来就算是整个大燕王朝，也未必能束缚住他。哥哥，没想到罗舅还藏了不少纯元丹，这下便宜我们了。哇，好酒！这是何物？哼，这不就是罗舅的魔渊变功法？这东西还不错，小子，你将原力收入骨片之中。妖血入体，拟其形，护其力，控其神。这上面就是魔渊变的修炼之法。对你倒也有些好处。要这个功法有什么用？像罗舅那样，不仅样子丑，威力也就那样。如果有纯正的魔元血脉，这门功法可相当厉害的。哦，是吗？功法是上乘功法，就看谁来用喽。越过前面的那片山脉，就快接近沙漠的中心区域了吧？大荒古碑应该就在那里。大荒古碑之中说不定会有祖符的线索。祖符。
云谷。大胆，你是何人？这远古废剑已被我古剑门封锁，闲杂人等一概禁止入内。在下只是途经这片废剑，马上就离开，还请两位师父通融通融。要过此剑也不是不可以，只要有个50000-10000的纯元丹就好。50000-10000？你们这不是明抢吗？哼，爷跟你商量是给你面子，滚！瞧你这穷酸样，没有纯元丹就休想从此地过，滚！小子，你竟敢采摘此地的灵药，我看你今日是别想活着出去了。是那头龙猿，究竟是什么妖兽？小子，你的机会来了。哦，嘿嘿，这应该是一只远古龙猿。远古龙猿？嗯，那可是最强的魔猿之一，它的精血倒是极为适合修炼魔猿变。哼，其威力可远超罗臼施展的魔猿变。怎么样，小子？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嗯。练习，这样才能跟大家登上最大的舞台。喂，陈虎，快来！别叫我陈虎，我叫小严。铭刻离情之前的月，期待这一路的更迭，沿途蜕变星辰日夜，褪去青涩的你的侧脸，追上风沙遮住的岸，丢下这一身的疲倦，就算充满未知惊险，总相信这会抵达终点。命运交叠之间，重合新的世界，我们的生命之线交汇着向前，破碎的梦魇，燃烧无际的天边，灿烂光焰，黑夜之中放着星。